登着后面就是打相扑了，啊，前堂你看相扑左掌一蹬完以后，啪，左掌往这个上面，往这个前面，相扑左手往上捧，往外拨出去，挡开，保护头部，然后右胯旋转转身，右手往前打。你看，左手一翻过来，一落下来，右手就出来了。啊，时间要掌握好。好，再来，左蹬脚以后，你看肘也是沉住，肩松的，重心要稳住，然后左脚一步到位，一落步稳住，重心一定要稳住啊，不能晃动。往前打，好。然后右脚再上一步往这个前方，啊，往前面你看，一收，一落步，右手往下再往外拨，左脚打出去，啊，上两个步伐，你看，一打完以后，第一个他是直接落步，你看直接落步，他和第二个步伐不一样。第二个步伐是收回来，然后再上步，一收一放，你看它是一收再落步，哈，这样子，啊，再来一遍，蹬完以后沉收，你看，然后这个步直接去了，马上去了，结果是先收回来。收到这个左脚旁边，一收，再落步，啊，上两步。